街村炸塘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几十位村民在文化站老师的指导下齐声高唱红歌。自从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后，这里的村民个个都成为站里的忠实粉丝。而在此之前，这里却是一个基督教堂。十多年前，陈街村兴起了一股新教热，村民自筹资金兴建教堂，参与人数多达140余人，一度成为周边乡镇规模最大的地下基督教私设聚会点。2018年，该镇建立党员干部帮扶信教群众的工作机制，安排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走访群众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攻坚，教堂负责人主动解散了该聚会点，信教群众均进行了登记和转化。结果村民集体同意原先的教堂修缮改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成为宣讲正